早啊，各位，现在去买杯咖啡的路上，然后准备从上海坐大巴去杭州，估计得有好几个钟头才能到，所以我要先准备晚上早餐吃一下。简单说一说身上现在的单品，帽子是 Valens 的那个 Bucket Hat， 应该说是女装系列的，不过其实没有分明显的性别。然后外套是这一个 Agencom Jacket， 也是 Valens， 里面的抓绒是叫做。Covert 是普通的棉鸟线吧，应该算是。内高领打底是来自 Noscasin。裤子就是前阵子 ACS 视频里面的，也是 Valence 的 Cambry。鞋子就是 XT Quest 啦。那背包也是鸟的，这个叫 Breezy， 32升，我觉得还不错。OK， 那么就简单介绍一下。我估计去到。真正目的地的话，还要到时换他们提供的那个服装，到时再聊。OK， 我先买杯咖啡喝一下。你好，要美式。要美式吗？对，热美式。两杯吗？对的。买了些什么？分手。是，看不到啊。面包盲盒吗？走吧，走吧，快走。大王来了，走吧。妈，这杯子刚摔了两次。进来的感觉还不错，这边是等会准备参与活动的一些用品。哦，是个套房。感觉还不错。看一下卫浴。哇，不错啊。OK， 那这大概就是简单的room tour一下，换衣服准备去大堂。换了衣服，然后现在出来这边有一个营地的体验，我也不知道具体环节是什么东西，摆了蛮多帐篷的，看一下什么。就很夸张，
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是很夸张的，这酒店的环境真不错。他们那裤子也应该很好。你当时要白的吐出来，我就要他吐我一脸。等等，难吗？很难吗？然后后面有足球，有那个飞盘和高尔夫，午餐现在随时可以去拿了，可以吃了。热的话，我们等到稍微晚一点，5:30-6:00的样子，大家可以热食就可以准备好，大家就可以在这边吃热食。这个房间是在走廊的最尽头，酒店本身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硬件设施啊，包括它的各种配备什么都挺齐全的，比较新，然后周围环境也不错，唯一不太好的就是从市区，不管从上海或者从杭州市区过来都还蛮远的，一直没得到交吗？3017。咖啡，没事就好。找。我们先找个位置吧，到时候你放桌上。好的，谢谢。冷哦，你要出去啊？看一下。这个蜂蜜直接用了一整板蜂巢，特别低，就离谱。随意拿一些吧，沙拉、面包、肉蛋都有。
信封，然后现在是有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，是这个古村落的这个地图啊，应该算是看一下，可以自由活动去它的某个地点去做一些涂鸦，或者是玩滑板，或者是一些手工。先去看看吧，还有副本任务。走，我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，哦，在这里，头走到尾 ，OK。孩子做的好用心啊，有点晒，我还是把面罩戴上。这有个副本。微番石，哦，已经烤好了，是热的。所以任务是吃番薯，可是 NPC 没有哎。那就拿一个吧，先拿着再说。看到了，那排滑板。刚帮刀门都拍完封面吧，应该是我真的拍的，真的很出片啊，这里简单 ending 一下，这是没做完的手工，留在现场我就带回来继续做了。本来我是想做一个雪山的造型，然后有两个滑雪的小人，可惜这个带回来的路途中受损了，断了只脚，滑板也断了一半。我先把他们两个粘好，然后再粘到这个山脚下。其实我本来还想着说，这个雪山有那种像雪顶的雪糕的感觉，上面是白的，下来有一点可能 chocolate 或者是草莓那种心地的感觉。当时着急着赶大巴，所以这个顶上我直接用那黑色颜料涂了一下，想模仿雪山本身岩石的效果，但是效果感觉一般，因为还要可能再加多一层雪粉吧。反正现在大概就是这些东西。OK， 那做好了我再单独 pose 吧。不然你对这个纯白 XD Quest 做雪山的这种灵感感觉怎么样？总之大概就是目前一个简单的想法还没做好。那这期影片的大概内容就这些了，希望你喜欢。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请给我一键三连，关键你要关注我，记得点一下订阅。那我是罗红，下次见吧。